今天通过微博、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等网站的 XO 账号公开了 Circuit 井号 DO 影片，彰显 DO 豪爽魅力一面，和正规五级收录区 Gravity 的试听音源也一同公开，对新专辑的期待大增。新歌 Gravity 是一首凸显复古音色和 funky 旋律的电音 pop 风歌曲，制作 Monster、 Lotto、 Power 等的英国制作团队 LDN Noise 再次与 EXO 合作，成员 Channing O 参与作词，将想挽留要离去的他的心情比喻为重力，更添歌曲魅力。同时 EXO 从今天开始通过官网进行 Don't Mess UPMY Tempo 预告活动，在按照本张专辑概念制作的 Circuit EXO 页面上猜中和成员相关的数字谜题的话，即可鉴赏预告照，更添乐趣。另外 EXO 正规五集 Don't Mess UPMY Tempo 将于11月2号下午17点北京时间通过虾米音乐、Melon、Genie、iTunes、Spotify、Apple Music 等各大网站公开音源，实体专辑也于当天发售。既可以拥有 EXO 周边，还能做慈善，一举两得。据22日韩网新闻， SM 联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捐助音乐教育的手镯周边贩卖活动，该活动旨在帮助越南的5000名儿童，让他们在更好的环境中接受音乐教育。此次贩卖的慈善周边为金属手镯，共有金色、粉色、银色和黑色四款，手镯外表印刻 Smile for you， 手镯内部刻有 EXO。只要捐赠15000韩币，约90人民币以上，便可获得 Smile for you 手镯一枚加指定组合艺人签名明信片。23日专辑发行商 Barnes & Noble 公开 EXO 正规五集 Don't Mess UPMY Tempo 三个版本的部分专辑内页和小卡照。从公开的照片可以看到，三个版本的内容呈现些许不同，小卡也完全不同。通过高弧预览照也能感受到有小天超高颜值加持的专辑满是高档氛围。